大哥给我开张了，一早上来两个，这是两个小油菜，两个钱，这一大下啊，我来两个油菜，两个茄子啊，这个也是5块，3块钱一兜。今天来晚了，这家堵车呀，好不容易到这儿的，充2块钱一盒，姐。大哥，或者西红柿都包装的，中国人有没有塑料袋？有。我这还没摆完呢，大哥来了，给我整个手忙脚乱的。哎，谢谢啊，大哥。两个小油菜，两茄子，柿子拿4兜，这给我拿空了。谢谢阿姨，拿了一把葱，2块钱。这一早上，大白菜、茄子，然后豆角。这豆角，哎呀妈，昨天我做，嘎嘎好吃。我看不行，我给我留点。然后柿子，哎，柿子也快大圆了。雪里红啊，芹菜，还有大葱。今天呢，今天这些，这家伙还有这饭豆，这饭豆是昨天剩的，但这玩意儿不怕，这玩意儿都干的，啥时候没事儿。今天就这些，阿姨你挑吧，阿姨，你拿走吧，完了明天你给我拿过来就行。啊，没事儿，你拿吧，拿完了到时候你给我送回来就完事了，明天你出来送就行。哎，行，阿姨，你拿走吧，2块钱，阿姨充，阿姨没拿钱，然后那个明天给我拿过来。拿了一个茄子，一个柿子，出来着急，没带钱。没说吧，那下了一趟也不能说那啥呀，不买菜呀，是不是阿姨啊？明天吧。好，明天。好嘞阿姨啊，明天啊，2.5块一捆，再见阿姨啊。好嘞好嘞好嘞，666，新鲜。哎，2块钱一捆，你拿着一捆你上里头问问，你看看我这个咋样，还好吃还不坏，姐也是总捧场。来两，又脆又甜又辣。好，搁这一会儿啊，搁这，好嘞，先找您6块啊。搁里头什么样，等于再给我算。好嘞，好嘞，放心吧。生的没有了，大哥，生的，哎，3块。阿姨昨天不来了吗？啊，昨天没出来啊，前天买的是吧？前天买这么快吃没了？啊，包饺子啥的是吧？做馅儿，好吃这葱，2块钱姐。3块钱一颗，那是一颗。看来点啥？啊，我妈今天没出来。哪个？那是饭豆。啊，就是芸豆。哎，8块钱一斤。我给您卷一下子吧。那没中。哎，好呀阿姨，谢谢，再见。现在2块5一捆。好嘞，谢谢支持。卖一个柿子，今天有点慢呢。阿姨拿一个大白菜，这3块钱一颗的，给他2块。来两个芹菜2捆，5块钱啊，一斤，这都是一斤的啊，新的，这新豆子，你吃点好的啊。芹菜3块钱一捆，5块钱2捆。阿姨，啊，8块钱一兜。对对，那新下来的，你现在不吃点新鲜的，我跟你说，那吃现在卖的一般都沉的，沉豆，葱2块钱一捆，大哥，2块，你上里头你问问多少钱，大葱。哎，好嘞，这。哎，好嘞阿姨啊，谢谢。哎，拿好。哎，你来一个保证不带让你失望的，大葱2块，哥，来一个土豆啊，面，我不骗你，真不骗，2块钱大葱。你回去你吃，你看看，你还得来找我来，还得再买。真的阿姨不骗你啊，是我啊，对，在那块疫情的时候在那儿来着。阿姨来个柿子，在我的劝说下又拿了一个土豆。呵呵，再见阿姨啊，拜拜啊。新抠3块钱一颗的，2块钱一颗的，哎呦，一点化肥农药都没有。还有一个啊，我要是没事我就给他卖，要不他炸不炸不的，你说哎呀不安全，太那啥，太累了，他为我减轻负担的，我也得那啥。今天没有，不是昨天有，就6根。今天没有，对，今天没有，但这秧是没有，接不下来。没有啊，这里没有啊，不是，他得多少天能有，长不大。哎，这是3块的，那是2块，对，一斤多。这个我跟你说姐，我昨天做的，那真好吃啊，这玩意做就以前那味儿，我跟你说真是可香了。3块，就这一颗了，就这一颗了，没了。3块，明天早上啊，明天还有，明天得5点半吧，6点吧，5点半能来。不，今天的都是今天，都是当天的，就昨天摘的啊。哎，好嘞，哎哥。啊，茄子明天有，就这一点了，没有了。哎，哎妈，这阵2块钱一捆，姐，这一会儿抢了。哎，谢谢阿姐，谢谢。啊，2块，阿姨。
自家这一会儿抢着了，妈大白菜没了，血力红两个，两个血力红。不是我这腿儿大，姐，我这腿儿本身就大，我这腿儿粗。你看那啥刚下来这个，我腿儿粗。对啊，自己家的大地的，对自己家的。那必须不是血力红两块钱，你看这粗，这多大一捆呢？两块钱，贼嫩。我家是自己家的啊，两块，两块五。哎，没有了，马上没有了。必须的呀，你现在就可以揉了，直接就做豆腐就可以吃了，可鲜了。你做一次，你现在就能做，直接不是？你现在得用盐揉一下。对对对对，现在揉一下变色了就能做，不用再腌了，保可鲜了。对，就先吃就行。哎姐，两袋你就给七块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哎妈呀，都整乱桃子了这一阵儿，这家伙啥都没了啊！这阿姨要不在这块，我就又乱套了。那那个，我那香菜让人给拿跑了，连窝端的。那个我那是一个紫颜色的袋儿，给拿跑了。是啊。哎，这两个豆角是吧？姐，我给你七块钱吧，嘎嘎好吃。我跟你说，我寻思我正好我也留一袋。哎妈呀，这又面和，哎那味儿又好。真是，我都吃的，昨天吃的可好了，大米饭都没够。啊，一袋三块，五块钱两袋，我这还有，还有，哎呀，好嘞，还有，您自己选吧，还有。今天来晚了，今天堵车，这家伙到这块都几点了？都六点了，到才到这个，要不这一块都快没了。对啊，都不用您吱声，我直接就给你便宜到底儿就完事儿了。要不正常你拿一个柿子也三块，是不是？啊，姐拿一个葱，两，哎呀，两个豆角，给两兜，给七块钱，那一个柿子，一个茄子，给五块，十三，啊，十二，七加五，十二，是不是啊？完了再加一个两块，十四块钱，你给我，哎呀，就这大葱，哎，谢谢姐啊，在里头没说吗？比我家卖的贵多了，我家这净葱，啊，两块钱一捆儿，两块钱一捆儿，就剩那点了，没了，没有了，哼，这些黄儿没了，啊，芹菜两块五一把。给您放这里吧，放的是鱼啊，啊，这是鱼啊，一块，哎，没事啊，待会儿帮你整一下啊，这扔这里吧，哎，这样就行了，是吧？血力红两块钱，再见啊，这些葱一晃就没了，一大捆儿，您看看这捆子两块钱，这捆儿多大呢？两块钱，就这几捆了，没有了，而且现在还鲜还嫩，自己家的芹菜两块五一捆儿，对，就这几捆了，没了，刚才卖一波了，我这在这里头刚又拿出来的，没有了，这把一捆都没有了，两块钱一捆儿。一共就五捆儿，行，那捆儿我自己留的，一共是八块钱儿。这都是新下来的新豆，你看现在市面上呢都是陈豆，八块。我家是我妈自己整自己剥的，这自己用炕干的，芸豆啊，这就芸豆啊。投两块钱卖的，行，给你，啥也别说了，给我包圆了，便宜，两块五一捆，我都卖三块的。哎，谢谢啊姐，谢谢。拿个小芸豆，啊，两捆儿，行，两捆儿，来两捆儿呗，五块钱两捆儿，就是三块钱一捆儿，哎，这儿呢，没有，阿姨来袋儿，啊，赶紧整理，都给挑乱了，这一早上踢了窟窿的，哎呀妈呀，这家伙一个人有的时候忙的时候都整不过来呀，这一点我这丢一个箱子，我说那箱子是我还没拿出来呢，用一个红兜子装的，里头有七八捆儿，让人给偷了。哎呀，你说真是，他拿这点玩意儿，他能吃几顿呢？他也下得口，偷东西有的时候真是服了，他还好意思偷你？我都啥样了？偷点那贪官家的贪的东西，你说你偷我们的，还从地里拿出这点玩意儿容易吗？没了。啊，阿姨给我拿个饭豆，呵呵，没事，我还寻思呢，我说那饭豆哪去了？剩一兜啊，没了呢。一回头人家给我八块钱，你知道吧？我啥样都照顾不到，对，那也卖一兜啊，照顾不到都。完我这边忙卖那个。那个拿走一兜，一共就少啊！哎，我说那兜饭豆咋没了呢？把我一回头找，然后在阿姨给我八块钱，看来点啥、啊？阿姨，白的刚卖没呀、啊？那个开锅就烂，那个、大白菜，姐也是来找这个大白菜的，阿姨来找大白菜，都今天少，每天都拿不了那么多，一颗三四斤太沉了。哎，那个这俩我给您五块钱，谢谢。嗯，正常三块钱一兜，然后吧，这土豆是二斤两块钱，一共您给七块钱就行。你要放一起啊，阿姨。啊，对对，这样不勒手，是吧？还得劲儿。哎，七元阿姨，哎，这，谢谢支持。下雨了，这油菜也便宜处理了，一块五了，一块五这么一兜子。哎，您结果拿了两兜。这油菜好，最主要是你这哥，我明天就不卖了，没有，自己家也不是能天天能嘎下来。我再拿一个。哎，行，一共四块五毛钱。
这个我看就你就得挂在。啊，对对对，搁手拎着也行啊，要省得给下面的压坏了，是吧？啊，他就说天秤的大小的，你也可以天大的，天个小哪个小天不行啊？那个啊，行行，三块钱一兜，五块钱两兜，大爷，五块钱两兜，结果来两兜，马上就没了。对，扫微信吧，越扫越少，就是这点了，快结束了。是不是大弟的？对对对，阿姨，你要这么说，我跟你说真的，就当我送给你了，三块钱，三块钱两把，行不行？阿姨都说这话了，咱再不那啥不好了。给你七块钱，看对吧？哎，啊，我这都三块钱一捆卖，你别看少，我这自己家的呀。你这么的吧，这个你再给一块钱，给你了，那我这没法卖了，都给你得了，行不行？一块钱，这点玩意就四块钱，就我是上的菜都上不来，真的，阿姨，您跟我妈年龄差不多了，我跟你说，真是，这岁数得让人照顾了。没事没事，阿姨，那个我给您来个袋啊。行，谢谢。没事，阿姨，你这腰也不好啊。我妈也是走道一拐一拐的，你可能没注意，我妈就在这块原先卖菜，我妈走道就跟您似的，特别像。我来回走，是不是能看着？看着看着，我没看出来。哎呀，我妈腰跟您也是差不多，这一走道毛腰走道。腰间盘突出。是啊，您这个是也是那啥吗？腰间盘突出是不是？这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干的。哎，真是，儿女在这块吗？她在这。啊，也那。那得让他们出来帮着买，你这家伙整这老些呀。你这买这么多菜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！没时间，我这拿东西，多买点东西。是啊，那你这能拎了吗？行，反正将近往家里面也不远。哎，阿姨，真是，没事没事，阿姨，你这也是够能耐的了，不给孩子添负担的，你这是。你看阿姨拿多些玉米，这玉米得十多磅子啊，不在一起是不是？自己过自己。你看阿姨跟我妈的那个身体差不多。我现在敷个冻上。啊，对对对，敷完现在冻行。嗯，油菜一块五一兜子。茄子三块钱一兜，五块钱两兜，就是这点了。哎呀，阿姨可够有劲儿的了。再见，阿姨。阿姨的腰啊，跟我妈差不多，你看看。一来可不容易了。我说那啥，他说便宜点，我说那芹菜都给他便宜了。说实话，我给不起，便宜吧，便宜点得。阿姨还来点啥？一块五一兜子，就这点了，一块五一兜子，一块五一兜。大娘给我来一兜，找五毛，看有没有五毛钱了。哎，找您五毛啊，阿姨。一块五一兜啊。油菜一块五一兜，茄子五块钱两兜，都三块钱一兜，没有了，散事儿了。啊，行行，咋都中间，哎，捧场就不错了，嗯，就快散事儿了。再给你个袋儿。欢迎收看《动神》。完了完了，下大了啊，下大了啊！大家能看着吗？这雨点子，哗哗的啊，下大了啊，这大风，你看看这家伙雾气糟糟的，这家刮的啊。下大了，下大了，完了，这浇没影子了，这人都浇没了。今天剩了，剩但剩的不多，下雨了。一块钱一兜。对呀、啊，油菜一块钱，自己家的。嗯、哎，美女，你自己拿吧，随便拿。一块钱奶豆都合适，呵呵里头都没有坏的。美女，哎，再见。五块钱两兜，就是这一点了。是的，五块钱两兜。油菜一块钱一兜，便宜了，一块一块，一斤呢。对，就这菜一块钱，我跟你说，真是到底儿了都。姐就给我来一个一块钱，看看这一下子一块钱，一块钱啊，一块钱油菜一块钱，还剩一个油菜，剩点茄子和柿子，一样一兜，正好自己拿回家吃掉，没了，卖没了，不卖了。这家伙，这雨来得急呀、啊，这家下的，再晚下二十分钟就一点都不剩了。你看看这家伙，这雨下的讨厌啊，这雨下的真讨厌。把这人匆匆忙忙都给浇跑了，该躲雨的躲雨，该跑的跑。刚才剩了点白菜叶，本来想扔来着，你看这白菜叶多好，拿回去煮点面条吃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些菜自己拿回家吃就行，一天也够了，卖太便宜，白瞎了。完事儿了，收尾。这都是这两天卖的钱，看，有五十的，有五块的，十块的，看，呀，也不少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家伙匆匆忙忙的把这点菜给卖没了呀，都便宜卖的。看。你看看还没完事呢。我是先跑了，你看看这雨下的。哗哗的，这下的不是时候。没散事呢你说就下雨了。老百姓好多都没买着菜。然后呢我们卖菜的还没卖没。你看看卖水果的没卖完的，赶紧把这个帘给挡上了。我是便宜卖了，赶紧卖没了。你看看这里头，这里头好多卖菜的都没卖没呢，这雨下的真是闹心呢，这雨下的。行。
行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我就算挺幸运了，便宜处理了，卖没了。上的菜都不敢卖那么便宜，所以说他们都得就是有利润才能卖。哎，越来越冷了，这天儿都穿棉衣了，好多都穿棉衣了都。我还行，忙忙乎乎呀，这个便宜卖，最起码这个卖没了，剩了一点自己回家吃一样。今天呢这个不太如意啊，碰见小偷了，把我那个香菜连窝端了，就是我这一袋啊还没往出拿呢。一共是九把香菜，让人忙忙乎乎早上太着急了，然后给拎走了，顺走了。这个有的时候啊，一个人卖菜真是，人一上来忙忙不过来，这卖报纸的阿姨还帮我了呢，不然的话更完呢。一场大雨把这人都给搅跑了，好在我卖没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新的一天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。忙忙碌碌的人为了生活奔波，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，再见。